有一种甜蜜叫杜海涛沈梦辰，海涛式的男友让人刮目相看。提起杜海涛，你们肯定会想到这个小胖子，不说他现在的名气有多大，就凭多年主持快乐大本营来说，也是相当的出名了。在快乐大本营打磨的日子，杜海涛没有丢掉自己的小火花和机智，没有变成电视上随处可见的传统主持人。他用不懈的努力走出了帅气中不失笨拙，可爱里不失诙谐的快乐台风，更与其他快乐家族的成员一起为全国几亿人掀起了一阵快乐风暴。现如今杜海涛和女友沈梦辰更是幸福，前段时间和女友沈梦辰参加的节目很大方地为我们展示了自己的优点。那期节目过后，好多女性朋友都想要一个海涛式的男友，可见海涛对女友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